喂，你好，你的快递给您放到快递站了。我知道。哎呦，快递站小哥哥，我今天有关系。爱情有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白色。你好，我来取件。就是他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帮你找找。小佳丽。好。别怪我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啊？还没找到呢，你把我见证丢了吧？我再找找，应该就在这边。找不到我可是要投诉的。别别别，我第一天上班，要不多少钱我赔给你。No，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您说想怎么解决？我准备好了，失礼了。我想借春天的光拥抱你，借夏天的风贴近你。不行，再靠近一点。拍的可比他好看多了，谢谢，我送你出去吧。这个快递哦，这是我刚刚取的那个呀。啊，都是误会。跑什么跑？都已经官宣了。